月十二日晚，哈弗 F7X 极致潮玩版上市发布会暨奶油田音乐节 Pre Party 登陆成都 ，AI 极致轿跑 SUV 哈弗 F7X 极致潮玩版正式上市，共有极致潮玩版 Lite、极致潮玩版 1.5T、极致潮玩版 2.0T 三款配置级别供消费者选择，售价是1.99万元至13.49万元。从诞生之日起，哈弗 SUV 便从未停止进化的脚步。作为 SUV 细分市场的领导者和创新者，哈弗前瞻把握年轻消费者趋势，推出 F 系品牌，再次颠覆传统，领路未来。此次领潮上市的哈弗 F7X 是 F 系品牌又一次进化的极致成果，向 SUV 进化的终极标准迈出坚实一步。外观方面，哈弗 F7X 汲取了天际线穹顶的设计灵感，采用了溜背运动轿跑设计，个性张扬的设计充分契合当下年轻用户的审美，接近深空的前脸，繁星式中网与北极星路灯相映成趣，为哈弗 F7X 贴上鲜明的年轻时尚标签，完美诠释了年轻消费者对个性的表达。内饰方面，哈弗 F7X 运用了航天座舱设计，打造充满科技感的智慧座舱，主驾环抱式设计更符合人机工程学，提高了操作的便利性。动力方面，作为 AI 极致轿跑 SUV 的定义者，哈弗 FTX 深刻洞察年轻消费者的需求，同步推出了 2.0T 和 1.5T 两款发动机版本。 1.5JDIT 中国新十佳发动机与其 DCT 双离合变速器组成黄金动力总成，实现了超低油耗与驾驶乐趣的完美平衡。科技配置方面，在哈弗 F7X 身上可以看到对年轻极致生活的认同。新车搭载了哈弗最新一代智能网联系统，拥有智能语音、智能互联、智能导航和智能娱乐四大智能亮点，功能全面，贴心至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哈弗 F7X 极致科技版同级率先搭配 L2 级别自动驾驶，同时也是同级唯一同步搭载 1.5T 发动机和 L2 自动驾驶技术的轿跑 SUV 车型，以前瞻科技带来智慧驾驶感受。哈弗 FTX 极致潮玩版共有三款车型，其中极致潮玩版 Lite 标配17寸轮毂、真皮方向盘、双安全气囊、ESP、陡坡缓降、倒车雷达、定速巡航、无钥匙进入、一键启动、9寸数字高清中控彩色大屏、车机手机互联、自然语音识别、双温区空调等科技安全配置。作为极致潮玩版高配车型 ，1.5T 和 2.0T 的主要不同在于发动机。配置则在 Lite 版基础上增加了19寸轮毂，驾驶座椅六向电动可调，侧气囊，高清360度环视，电子防眩目后视镜 ，GPS， 多媒体交互 ，Telematics 4G， 四门一键升降，四门自动闭窗，电动折叠外后视镜 ，LED 大灯等科技安全配置。首推的当然是极致潮玩版 1.5T， 荣膺中国新十佳发动机的 1.5JDIT 发动机和 7DCT 双离合变速器组成黄金动力总成，最大功率124千瓦，最大扭矩285牛米，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6.6升，卓越的加速驾驶性能，让消费者享受燃情飞驰的体验。为了让潮玩一族与最美轿跑 SUV 梦想更加接近，上市当晚，哈弗诚意推出极致大礼包，包括零首付、零息贷、零月供的金融礼，下定即可享受基础流量终身免费、娱乐流量3年免费的智能礼，以及在4至5月限时推出的价值5000元组合精品的用车关怀礼，用超值礼包进一步回馈新老用户的厚爱，让年轻极致生活触手可及。别再等待，赶快圆梦吧！